一条啊，蔡英文会当顺利当选，咱来听蔡英文再加油一下，蔡英文到选，蔡英文到选，蔡英文到选，小英小英小英，到选到选到选，所以咱台湾的改变会使行，咱台湾的进步，进步进步进步，都是咱蔡英文来带领，咱进步进步进步，都是因为我蔡英文，咱台湾的民主自由，还是。咱拢知影，蔡英文甲咱讲，台湾不是香港，香港今仔日会变作安尼，都是顶一代做了错误的决定，顶一代做了错误的判断，所以因下一代因都爱行出街头，为了大声，为了勇敢，都爱利用身体防子弹，用鼻子吸。我们非常感恩的华师会，蔡英文讲。台湾不是香港，因为伊会用伊的生命来保护台湾，也甲咱台湾人民做好最好，做回来守护台湾的主权。各位时代，各位好朋友，各位大小朋友，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，守护台湾的主权。蔡英文，到选！顺利，要安怎让政策，让百姓更加了解，要安怎进行下一阶段，咱台湾的社会改革。所以蔡英文提供提供，爱动算爱认真，但是咱的国会嘛都爱过半，才会当来进行继续的改革。咱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四年选一届，咱这届提供提供，面临了上大的压力到危机，拜托用支持我，用咱的选票。守护蔡英文，守护台湾的民主，让咱国会来过关，好不？用上大的热情提出来，让咱的蔡英文总统加油，可以在未来四年有困难，有困难来为咱台湾打拼。蔡英文，当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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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英，小英，小英，当选！当选！当选！咱台湾已经无同款哦，咱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，咱台湾的经济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。这是什么人的带领？这是蔡英文的带领，伊带领咱台湾的经济会使一步一步来好转。台湾的经济就是咱的生活，要顾好咱的生活，顾好咱的经济，咱是家用嘴讲，咱是真真正正踏踏实地来做。民主进步党，咱蔡英文会
去吃吃哈，咱愈来愈好，一包一包的进步，拜托大家，咱再继续相信下去，好蔡英文，好四年的时间，咱台湾的歌好。不但坚守了台湾的尊严，伊嘛创造了历史上咱国际地位、国际关系上好的时阵。美国人、日本政府对咱台湾的友善，咱嘛看到勇敢的事件之后，所有国际的国家拢替咱民主的台湾发声。这就是因为蔡英文是咱台湾的主权的标枪协调。咱嘛看到伫各方上，蔡英文会当得到美国的信任，咱的 F-16 V。上新年的战机，咱买着手，守护台湾的安全，守护台湾的民主。咱嘛看到美国政府愿意鼓励美国前一百套的国内企业来台湾投资。今仔日本政府也常常来台湾来关心咱台湾的处境。各位时光，国际拢在声援台湾，国际拢在对抗中国，国际拢在前进谴责香港。各位好朋友。我们2020用手中的选票守护台湾，告诉国际社会，台湾不要轻松，要迈向全世界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蔡英文，好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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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乔伊，乔伊，乔伊，好帅！好帅！好帅！小英来动作，加油！2020，台湾。